梦，今天我带你们来带动工程团队啊，看好不好吃，来，我吃了我 test 看，然后拍给你们大家看看好不好吃，来走 ，Let's go。下面那层也是一样啊，给你们看啊， nothing special， 也是空的。这种高位过啊，它没有放那个黑胡椒粉啊，没有给多一点盐啊，哇，如果放干净更好，我加掉那个黑胡椒多一点好喝。来，所以来这个鸡的不是。看到毛线，有干香味道吗？就是我觉得干了一点了，里面有汁啊，很干，就是干香的汁哦，啊，还都是辣。因为比较干哦，然后味道是 OK 而已。80%像甘香麻辣味道，你们自己想象那个味道是怎样啊？一样甘香的就对了，那个麻辣的。
被不在看的人被保护。有咁样辣辣味道，香啊！嗯，鱼的比较好吃，鱼要硬一点哦。因为鱼的它会比较湿一点，所以比较香哦。好，觉得啊，可能每一点龙的味道不一样啊，这点的是这样啊，这点是在北海啊，它的味道可能不一样啊。OK。鸡肉的呢是打分的，因为18.86，它是香肉高粱鸡，只是一片嘛，好吧，15.08，全部总数加买台三万呢，全部是39.45。OK， 总结我给你讲一下，这个高粱呢，你们可以去 test 看啊，我自己个人认为啊是保守，讲的保守。你们要 test， 我认为你们去吃鱼的比较好，鱼的比较好吃，鸡肉啦，那个肉啊，好像那种路边卖的 burger 一样哈，弄 lumpy burger，lumpy burger 比它好吃，那肉这个肉太干了，不是很好吃。好 ，OK， 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了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 ，see you。我不敢下车拍啊，因为下面很多人，等下人家看到我 video 我害羞哎。好 ，OK， 我们下期再讲啦，拜拜。